欢迎收看今天的胖嘟嘟怎么办？因为我是嘟嘟，他很胖。有动漫，我就在看动漫啊。前一阵在看《娜娜》跟《排球少年》。哎，你知道我看完《排球少年》《火影忍者》那些，我真的上网就要找他们周边。Hirana！ 等一下，我想问你喜欢先看里面有很感动励志的部分吗？因为很强。少女漫画的通路就是呢，女生是个傻白甜，然后早上这样咬着面包，然后早上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这是我要送给少女的 A 喇叭。我怎么可能是女生的？我是男生的。那如果你喜欢